亲爱的，叫电梯。哦，我动不了了，那可是好多包裹啊。你的手杖，我知道了。哦，爸爸，电梯关了，救命，我害怕，放我出去。儿子，他被困在电梯里了，爸爸来救你了。加油，打开。儿子不见了。皮卡丘侦探，救救我，我的孩子不见了。我不是侦探，现在他是。贝卡贝，贝卡丘。嗯，侦探，救命，我的孩子不见了。听候差遣，这就是事情发生的地方，电梯是空的，我的儿子不见了，他被绑架了，你得帮帮我。坚持。停。哦哦，太好了，休息一下，爸爸。皮卡丘侦探正在调查这个案子，调查犯罪现场是首要任务。绝对没有线索，一尘不染的干净。嗯，太神奇了，居民地图。嗯，那有点粗略。哦，你们好，你觉得是谁绑架了小凯恩？请在下方评论你的答案。小凯恩不见了，好吧，让我们一层一层的检查一下，从第五层的卡纳普开始。皮卡丘侦探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怎么了？你是谁？有什么事吗？可以，我是皮卡丘侦探。嗯，你是小凯恩，你是小凯恩绑架案的头号嫌疑犯。你在说什么呀？别问警察，你被捕了。什么？我是说，闭嘴！我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。你绑架了那孩子。哎，我要是有真牙就帅了，牙齿是我最大的梦想。他击中了我，小凯恩，我要把他的牙拔下来，他们会是我的。哦耶！所以你去撬开地下室的锁，关掉电梯，小凯恩被困住了。这是你打开电梯门，让孩子睡觉。你把孩子带走了。准备拔牙，突然，你听到了门铃响了，打乱了你的计划，你不得不把孩子藏在壁橱里，给我打开门。那么，告诉我们，你把小凯恩藏在哪里了？他在壁橱里，对吧？什么？他去哪儿了？我亲眼看到了血，我在烤樱桃馅饼，我身上全是果酱，尝尝吧，侦探。嗯，显然是馅饼。理论证明，来点馅饼怎么样？我很好。哟，那么侦探走了？是啊，等不及要回到我们的邪恶计划了。下一个嫌疑犯就是蜘蛛侠了。嘿，你是谁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啊哈，证据在袋子里。皮卡丘侦探，微笑。嗯。你被指控绑架了。什么？我们需要一个解释。事情就是这样。嘿，摘下你的面具，你太不尊重人了。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。哎呦，好热，亲爱的，晚饭好了。好吃。什么？蜘蛛。一个孩子有危险，快点。哼，我来了。抓到他了。天哪，太重了，我的网抓不住它。哦，救命，打开。天哪，可怜的孩子。我们应该销毁证据，这样嫌疑就不会落在我们身上。算了吧，你把尸体处理掉了，我知道你把它放在哪儿了，在垃圾袋里。让我看看。你在干什么？我们刚打扫完。啊哈，他就在这附近。哎呀，我想我错了，这个理论不好。嘿，大耳朵，
你这是在弥补。对不起，我得走了。谁在清理这些东西？别扔垃圾了。那么下个嫌疑犯在三楼，我们去拜访他们吧。哇哇，对不起。哎呦，我的额头。再见，亲爱的。再见，亲亲。而你有线索。嗯哼，我有预感，皮卡丘侦探来了。微笑，你因绑架凯恩的孩子被捕了。我们是无辜的。我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。你曾经是这个地区最受欢迎的人，直到小凯恩出生了。凯恩，我们是超级粉丝。这是他。我们怎么办？凯恩，你是最棒的。数字马戏团。这不公平，他们曾经是我们的粉丝。看这，数字马戏团越来越受欢迎了，我们的收视率直线下降。我们该怎么办？淘汰竞争对手。救命！宝贝，我支持你，没人会再见到你。放开我，我没做错什么。收视率上升了。太棒了，让我们摆脱他。完美的动机，我毫不怀疑你就在幕后。幕后。嗯，等一下，不是小凯恩，错误的人。又一个理论失败了。啊，倒霉，你脱身了。哦，千钧一发。见鬼了，我们只有二楼了。别再想了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。皮卡丘侦探，证据在哪里？好吧，给箱子照张相。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按下按钮。嗯，好吧，你因涉嫌绑架儿童被捕了。不是我们干的。安静，事情就是这样。你试着打开出口，但是打不开。哦，我不是故意要毁了数字马戏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一定在自己的房间里，离门远点。手杖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。明白了吗？是，先生，计划是这样的。只要我们抓住手杖，我们就自由了。又来了。安全了吗？嘿，把手杖给我，矮子，回见。太棒了，我拿到了。是的，快点，跑步慢。等一下，我要为我们变出一条路来。自由了。他成功了。哦，有人来了。现在把所有的证据都藏起来。这就是故事调查完成。不，我们没有犯过错。绝对不行。为什么？你做的？看看我们，我们还是老样子，一点也没变。这么说不是你干的？完全正确。说吧，你确定吗？完全正确。完全正确。啊，见鬼吧，如果我找到证据怎么办？我是说还有机会吗？啊，什么也没有。哦，嗯，天哪，所有的理论都被推翻了。哟，哦，嘿，打扰一下，你见过小凯恩吗？嗯，有点矮，有很多牙齿，穿一件红夹克，大眼睛。不，恐怕我没有。我的狗，救它！哦，你们这些家伙，请救救我的小狗！给这个视频点50000个赞，就能打开电梯门。是啊，做得好。我们接近了，谢谢。再多点点赞，我求你们了。哦，我可怜的小狗。伙计们，你们太棒了。你疯了。那孩子到底在哪儿？你现在就起床好吗？哎，醒醒，你也许想帮助调查啊。电梯里有监控摄像头，我怎么会忽视它呢？跟我来。你
在干什么？嘘，我们就要看到这一切了。将相机连接到手机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电梯门关上了，那孩子凭空消失了。我的儿子在哪里？去家里看看。儿子，哇，派对火了，伙计们。哎呀，爸爸来了，再见大家。嗨，爸爸，我跟你说过无数次了，你不能玩手杖。别这样，爸爸。谢谢你，侦探，我们得谈谈。邻居们又在吵闹了，好吗？我们回到计划上来吧。我们需要这个女孩，开始行动吧。需要帮忙吗？瓢虫。嘿，孩子们，想玩吗？啊，一个溜溜球。他抓住我了，做个好梦吧。别再散发烟雾了，这不公平。可怜的猫，你喜欢吸尘器吗？讨厌的虫子，你的脑袋坏掉了。哎呀，哎呦，我的头。哦，我的爱人。你是宇宙中最美丽的生物。我爱你。嘿，谢谢你的溜溜球。伙计，我们该走了，快走。回家，他太迷人了，我的梦中瓢虫。哦，你不能这样，我爱你身上的每一个黑点，你的紫色辫子使我深陷其中。嘿，伙计，醒醒，你爱上瓢虫之后就彻底疯了。瓢虫？啊，我的爱人。不，这里，我的心属于你。我的爱情之书，我要为你做一个爱的祭坛。瓢虫，你是我的女神。瞌睡猫，你在做什么？我神魂颠倒，这可能是个爱情咒语。哦，你需要吃点零食。这是猫粮，都是你爱吃的。哦，瓢虫，你没事吧？你发烧了？哦，怎么了？为爱情发热。好的，猫，看，这是我们的使命，还记得吗？宝宝的牙齿，瓢虫的牙齿真漂亮。来了，看，我们的牙医秘密计划，偷孩子的牙齿，把它们送给所有没有牙齿的动物。加油，睡猫，醒醒吧，看在上帝的份上。哎哎哎。我爱瓢虫，你能不能停下来？别闹了。哎呦，什么？讨厌的虫子，我要毁了它。我们拿走牙齿吧。瞌睡猫，你恢复了，别再这样我了。我们去拿走孩子们的牙齿吧。加油，耶！哦，一个玩偶。等等，你要去哪儿？过来，甜心。哦，嘿，抓住他，不错。哦哦，
不好，他们回来了。无家可归的动物，把孩子交出来。我感觉好恶心。哦哦，哎呦，哦哦，真的很痛。对不起伙计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的头啊，瓢虫，我的爱人。嗯，让我们讨论一下计划吧。你负责狗，我负责猫。我亲爱的小猫，管好你的爪子，她是我的女朋友。不，这是我的事，我自己来解决。好吧，是时候把他们分开了。够了，孩子们，这是你的人，让我吻你吧。给你这只猫，把那黑猫还给我。我们战斗吧，小狗。瓢虫，加油！瓢虫，你是与众不同的瓢虫。啊？你在为谁加油，兄弟？哎呀，我的错。虫子，你需要喘口气。哎呦！哦哦。是的，宝贝，你要进袋子里了。哦不。哦，是的。求你了，不要，我不想进袋子里。你知道，随你的便。如果这个视频得到50000个赞，我就放了你。朋友们，请为这个视频点赞。又来了，咱们回家吧，伙计。瓢虫，天哪，我的心碎了。去找他们，追。瓢虫，那好吧。这是我的地盘，我正要走。哦，我的瓢虫，我甚至都没来得及跟他道别。罗密欧，我真讨厌你。密码是什么？不许偷看，回袋子里去。还有你，过来。我的瓢虫，它太漂亮了。哦，我累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要向他证明我的爱，总有一天我们会有孩子的，猫咪宝贝，可爱的小猫。啊？我们知道怎么处理你，我们来取牙齿吧。哦，我们要吃饭吗？不。请坐。为什么？坐好，闭嘴。按摩会让乳牙掉得更快。哦，我喜欢，真好，我还想要这样。牙齿还没掉吗？哦，天哪，不需要再按摩了，我知道你需要什么。零食吗？哦耶，我刚好有一个羊角面包。这个太软了。在这里。哎呦，一个不新鲜的羊角面包，完美。太好吃了。我是说为什么，接下来我该怎么办？快跑，我们要用砖头把乳牙打出来。再见。你要去哪里？这里有密码，但我不记得了。哦嘿，伙计们，请在下方评论密码，拜托了。你不能逃跑。他在哪儿？哦，我的爱人，你出现了。什么？就是这里。哎呀，你在干什么？约你吃饭，来一杯牛奶。哦，谢谢你的帮助。我的天哪！对了，花瓶，非常适合放这束花，真漂亮。就是这样。我可以和你跳舞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跳舞？哎呦，我的头！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东西。
我明白了。不，住手！我的爱人瓢虫。那么现在谁在恋爱呢？狗，你输了。不见得，瓢虫。哎呦，我要毁了你，臭虫子！小心！真疼。瓢虫，瓢虫，瓢虫，我爱上你了。等一下，来，闻闻胡椒粉，伙计。啊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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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麻烦了。啊去，我的爱人，啊去。啊切，哦，我的牙掉了。太棒了，我的宝贝，还给我，它是我的。再见，失败者。还给我，不是你的。你做了什么？愚蠢的狗，你把我们的财产弄丢了。喵。哦，这是幻觉吗？上天赐给我的礼物。它在哪儿？我的牙呢？你还好吗？我要翻垃圾了。嘿，牙，你在哪里？这是我的，我先发现的，给我。我讨厌住在垃圾堆里。啊切！好吧，你可以吃鱼骨，我有更好的东西。啊！我要吃一顿丰富的晚餐。等一下。通缉波姆尼？什么？没有人。啊哦！嘿，你见过波姆尼吗？不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我肚子在咕咕叫，显然罐头食品是坏的。闻下它。哎呀，真恶心！宝贝，你还在吗？太棒了，我们回家吧。那是什么？你能不能别再扔垃圾了？耐心点，邻居，看看谁在里面。波姆尼，嗯，那又怎样？听着，我有个计划，听起来不错。嗯，嘿，哈哈哈哈，山，哈哈哈哈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哦，欢迎来到我们家，现在这里也是你的家了，舒服吧？请坐，我们会处理好一切的。你饿吗？你想吃点点心吗？哇，这都是给我的吗？来吧，感觉自由了，多吃点巧克力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更多。我不能再吃了。你可以，另一个蛋糕。绝对不行。当然可以。不，我吃饱了，我很困。什么？困了？为什么？我要刷牙，吃完糖后要刷牙。不不不，请不要，我们从来不刷牙，很无聊。这样才不会伤到牙齿。不。真的吗？不刷牙。你们真了不起。哦，是的，我们是。你掐死我了。嘿，伙计们，你们有小猫或小狗吗？请在下方评论你宠物的名字。我闻到了什么东西。波姆尼，我需要你出现。哎呀，打扰一下，你见过这个女孩吗？波姆尼。嗯，我从来没见过她。她来了，在大厅里。你有幻觉。再见。我给你看。对了，加油，晚安。谢谢，午睡猫，你能给我唱首摇篮曲吗？当然，等一下。这是什么？你的摇篮曲。听起来怪怪的。对。睡得很熟，好了，甜美的梦。看我得到了什么？当当，苹果吗？又来了，我们没有牙齿。嗯哼，你错了。看这个牙齿，用最诚实的方式获得。试试吧，伙计，多么舒服的一件事。我要试试。怎么样？嗯？啊，我的牙齿，我是说，这些不是我的牙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都是垃圾，它们都坏了，我们怎么吃？你在吵什么？别叫了，我送给你一颗新牙，
来看看有史以来第一个吸血鬼的牙齿吧，连德古拉都想要这些，怎么回事？试试它是什么样子的。你开玩笑吧，牙齿不好啊？霍姆你醒了啊？嗨，你为什么醒着？我饿了。嗯，我们只是在找乐子。你在干什么？哦，一个苹果。一个苹果，好吧，祝你过得愉快。谢谢。呸，哇哦，哦，是的，看到了吗？这些牙齿真的是珍宝，它咬苹果的样子，哇，我们中了牙科大奖。我希望我们也有这些，好吧，这是我们的计划，我们要偷波姆尼漂亮的牙齿，我们喂它吃糖果吧，我们不能让它刷牙，接下来它的牙就掉了，我们来偷。小菜一碟，他们在干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，波姆尼的牙齿是我们的。波姆尼有麻烦了。哦耶，睡觉。哦，我必须进去，太棒了，手帮我开门。哦，真好，有效了。波姆尼，嘘，波姆尼，现在就起来，加油，波姆尼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星星，你有危险，你必须尽快离开这个房子。相信我，我们走吧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喜欢这里，放开我。哦，不，白日狗，太迟了，过来，啊，出来，不见了，神奇，用坚果代替糖果，好计划。再见，糖果。嘿，顽固的家伙，没人会看到的。啊，哈哈哈哈，他来了。嘿，宝贝。有零食吗？当然，吃点糖果吧。哦耶，他们好吃。嗯，谢谢，我还要吃。What？ 那是什么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们来检查一下。哦哦哦，耐心点，伙计。你很快就会恢复正常的。是谁？我去开门。谁在那儿？嘿，给你送货。哟，在这里签名。这是什么？我们什么都没点，是预付费的吗？好吧，不能退货。谢谢，有好多零食和糖果。嘿，你做了什么？我做了一个金字塔，下来玩吗？别闹了，我们应该把箱子搬到客厅去。通过。嗯，你冻僵了吗？把它给我。就是这样，太棒了，那里。就这样，我们做得很棒。哟，啊，这都是为了你。糖果，这让我感到恶心，我受够了。我们有礼物要送给你，如果你吃掉所有的糖果，你就会得到它。礼物，好，好。我想他把它吃光了。我都做完了，把礼物给我。当然，打开它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哇，一辆车！你们太好了。好了，我要出去了。嘿，等一下。嘿，交付完成了。让我们看看这里有什么。这是他们的邪恶计划，那是很多牙齿，神圣的牙齿。啊，好了，冷静点，我会收集证据的。哎呦，为什么咬人？就是现在，把线绑起来。等一下，车子有很重要的东西。完成了，另一头在这里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给我，这是一场游戏，赛跑，去吧。啊！什么？住手！哎呦！我真的把他们打倒了。白日狗、午睡猫，你做了什么？他们是我的朋友。不不，他们不是你的朋友，我可以证明。看，他们想偷你的牙齿，是吗？这是他们的邪恶计划，让你的牙齿掉下来，然后再去偷。这是真的吗？哦，是的，我们说的是你所有的牙齿。绝对不是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我们才不管。
什么？一个球吗？哦，看看我有什么。伙计，来个球怎么样？哇哇，我要球啊！想要球吗？把它扔了。它来了，小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第二轮。哦哦，吹口哨。所以什么？就是这样，坐，好男孩，下来，好，说话。汪汪汪汪，有什么命令？哦，慢。不，我开玩笑的。好男孩，不要拿。啊，我的手。有话快说。汪汪汪，我要拿回我的手。你现在跑不掉了，是吗？手术准备就绪了。哦耶，那我等不及了。停，别碰我。什么？好吧，如果这个视频得到50,000个赞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祝你好运。你们把我救出来，来吧。对了，我有后援。我们真的要打架吗？我不，不怎么会打架。等一下，你们有3个人，对2，不公平的战斗。嘿，哈基，现在我们扯平了。他在。住手！我讨厌打架。所以什么？用别的方式吧，不打架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下象棋好吗？ What？ 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该走了。走得好。看起来怎么样？再见。哦，我的天，他太棒了。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这是我的招数啊。啊，什么？但你违反了规则。哦吼，来吧，动物们。哦耶。什么？嘿，这不公平，这就是我不喜欢象棋的原因。反正我们赢了。我们要蹦蹦泥，我们不能放弃他。什么？国王贾克斯？我们在哪儿？你还好吗？好吧好吧好吧，看谁回来了。嘿，凯恩，那你后来怎么样了？都怪午睡猫和白日狗。哦棍，他们为了他的牙齿绑架了波姆尼。我们打算为他而战，但波姆尼提出了另一条出路。我抓住了他们的国王。对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他们还有波姆尼。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我马上就能把它修好。退一步，这是我们的出路。来吧伙计们。那儿，我们一定要这么做吗？我们累了。随你的便。哼，这太可怕了。哈哈，我们的牙齿。把嘴张大，宝贝。不不不，没门。所以这些就是坏人，认真了吗？嗯，有什么事吗？哎呦，真的很疼。哈哈，牙齿小姐，我把你教得很好，好女孩。好吧，我来打破魔咒。祝你好运。牙齿又来了。牙齿，你抓到他们了。我拿到了。哇，终于。来吧波姆尼。女士们，他们要你们去马戏团，